这部买，我觉得那个时候只是想要证明说我很喜欢他这样子而已。干，这是我目前他买所有东西是让我听到最烂的借口。没有没有，朵莉这个我必须要讲一下，他招待的观众，我觉得我有义务在这边帮他宣传。不是我晕了哦，不是我晕了哦，我只是借哦。你们知道钟子通怎么约炮的？他就是利用我们频道，利用我们借其他人的心情，不是，然后去讨好那些女生。靠呀，不是，我是说。大家好，我是钟彤，欢迎收看本月份的账户归零好吃惊。哇，钟子通也太会花钱了吧！我觉得这个月真的还好，这个月真的还好。钟子通他前一阵子信用卡费缴不出来，然后一直在循环利息，然后于是呢，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做一个协助，有点像是借走互助会的方式，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审视一下钟子通为什么会花这些钱，希望可以让他之后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多理智一些。第二集也是我们上一集有一个买赌还珠的女优内裤，那我们就会在本集的结尾公布中奖名单，没错，我们就送出三件女优的原味，没错。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看钟子通把钱花哪里去了。第一项是什么？桃园林奈的 JUFE287、买这一片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想要买来给女友签名。但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这一片大家都该去看，因为这一片就是让这个逆兔女郎造型后来在 AV 界就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啊，这就是第一部。而且桃园林奈在所有逆兔女郎，她真的是最色的一个。好，那我喜欢这部的点是因为桃园林奈在前面就是被同学怂恿穿上逆兔女郎的时候，那时候看起来很憨。超级超可爱，我这边完全就是赞美的说法。那当初购买价格是日币3278元，然后大概就是台币700元。那钟子通推荐指数是这个一定是五张卫生纸，第一个就五张卫生纸，因为这个这片真的很低。好，那在下一步山上优雅的 MIDV 400，它重要的地方在于说这部不是在 S1 出的，这部是在 Moody's 隐退巡回演出的。他去那个 Moody's 那边拍一个那个粉丝巴士旅行，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大概就是封面很色。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看封面就好？当初购买的价格是日币4598元，也就是台币981。那你推荐指数是两张卫生？是因为这部内容，我觉得好。但是下一部是《Reon 精选合集蓝光 DVD》。这部买，我觉得那个时候只是想要证明说我很喜欢他这样子而已。干，这是我目前他买所有东西是让我听到最烂的借口。没有没有，因为这真的有点像是先生，你把我拦下来，你说你是警察，可是你可以证明你是警察吗？然后我这样拿出来 ，Reon 警察。那当初购买的价格是日币3980元，也就是台币差不多850元。钟子通的推荐指数是这个会四，因为它有16个小时，你可以看到包。这一部真的值得收，因为我收线上版，我有买在分。为什么啊？他等于收线上版买了之后呢，他又再买一个实体版，又买了一次，就是为什么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到写真集的状况。第一个是臭雨流的写真 DVD， 对，这一部也是属于那种买毒还珠型的。可是我在这边就要跟大家讲，这就是你从日本买的不稳定的因素。看他脸整个糊掉，他这一张其实是接近会让我想要淡掉的程度。唯一让我把它留下来的因素就是奶太大了。那当初购买的价格是日币5698元，大概就是台币1216。这一组算下来，我不是说单纯这一张，我觉得这一组算下来，我觉得大概三张卫生纸。好，接下来是清源美优的写真 DVD。哦，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S1 新人中新生代的巨乳女优，年轻的孟乃的那种感觉。哦，在作品里面的那。一样是买赌还珠。对，我虽然说他这张尺度不大，但是我觉得他拍的起码是清楚的。那当初购买价格是日币5478元，大概就是台币1170元。那你推荐指数是3.5吧。好，那接下来是 Tuna Mayo 的写真影片，因为他是之前 Prestige 的专属女优，叫做笑叶友爱，退役之后他就改当 coser， 叫做 Tuna Mayo。
啊，就是他之前又有拍了大尺的写真 ，Fancy 啊上面卖的大概是3000日币，嗯，差不多台币640元。对，然后我在 AGA 跟他讲说我有买这个东西之后，然后他就直接送你吗？他就直接塞了一个实体版。天哪，很感人呢。还有加上签名。那这个推荐指数是多少呢？我会给他4张卫生纸，4张卫生纸，非常优秀，非常优秀。但我这边我想问啊，就是因为其实越来越少播放 DVD 的硬体。啊、如果有一天再也没有 DVD 机的话，怎么办？大家知道 DVD 的解析度其实是非常低的吗？嗯，你不知道哎、欸。这 DVD 的解析度大概是720，YT 的 HD 都是1080。DVD 对我来说真的就是纯收藏，甚至会对我来说是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要看。OK， 那接下来下一个购买项目是互动。没错，其实我们这周拍摄的时候也是 HA 刚结束，那我们这边也精挑两个互动很赞跟大家推荐。然后第一位是朵莉。朵莉这个我必须要讲一下，因为她非常热情，嗯，然后没跟我收钱，互动再加拍立得的话是1500元。这个朵莉让人非常晕，再加上她招待的关，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在这边帮她宣传一下。不是我晕了哦、喔，不是我晕了哦、喔，我只是借由你们知道钟子通怎么约炮的，对吗？他就是利用我们频道，利用我们对其他人的心情，不是，然后去讨好那些女生。不是，我是说，就是觉得说好东西要推广给大家的情况下，好，所以钟子通推荐指数是整体，我会给他4到5，没有4到5的啊，只能4或5、哦，那我选5。好，下一位是凌晨。对，这个他在摊位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热情。应该说，我觉得跟他互动是非常有趣的啦，因为他算是外形姣好的搞笑女。所以这个互动在他拍的是1000元，这里是1000，然后他送我这个。哦，所以你有付1000元？我有付啊，真的是对方很胜意全全的状态下，不然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还是付钱的比较好。哦，所以听到就是我们所有的 coser 跟大使的互动女生，就是以后看到钟子通都一定要收钱。好，那这样1000块的话，你推荐指数是？4张，他会看到哦。5张啊，没用，什么没用？平心而论，真的蛮快乐的，所以我大概会给5张啊。好，那接下来除了 AGA 那样子大人版游乐园，那其实我们上次员工旅游的时候，有去全年龄的游乐园环球影城。耶、yeah ！第一顶是马里奥的帽子，钟子通戴得下，因为他的头子很大，像龟头，很像龟头。真的假的？知道吗？就是它的代购价格大概就是1000到1200块台币。哦，那在现场日币换应该会再更便宜一些。对，是会再便宜一点，会再便宜一点。那你的推荐指数是多少？这个东西哦，回来之后，回来之后，对，2张卫生纸，2张卫生纸。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是我更不能理解，现场买哈利波特魔杖是可以跟现场一些装置物互动的吧？对。那你回来你要跟谁互动？我觉得其实你如果真的只是想要收一只这个魔杖的话，互动这个东西完全是给呗。哦，所以它是有分可互动跟不可互动的。大家看到前面这个头了吗？嗯。这个奇怪的头的话，它就表示这是可互动。可互动好像贵500。贵500还贵1000日币、嗯，所以当初买的时候大概是5500日币，大概就是台币1174元。这还要给吗？要一张啊！你个麻瓜还在那边以为可以加入我们巫师世界啊？好的，下一个，这我真的不能理解。在环球影城的时候，你花什么你都会觉得啊小钱啊。当初这张照片是1500日元，大概就台币320。真的还好啊。那你觉得这个推荐值是多少？这我可能会给3哦，3颗星。但他就只是在前面帮你摆个姿势，然后拍照，然后写出来这样子。对啊，起码你看到那个东西，你心情是比魔杖好一点。好，那接下来是生活用品系列。那今天有子通几个贴身小物要分享。第一个呢是吉列极光系列刮胡刀，你知道你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说现在怎样？你是不是你私下收业配的钱？就没有啊，就是真的都最近买的。这个东西就是要这个刀做了。你说什么？因为平常你如果放在那个的话，你的刀都这样放在那边，你到时候一定也是乱摆。对，你到最后一定也是乱摆。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你看哦、喔，
所以跟你以前用起来比起来，它这次会比较好用。那你以前该不会就是用汽车旅馆附赠的那种刮胡刀？不会啊，干你俩那个会把皮刮破呢。就我真的是为了这个啊，可是它不贵，599元。对，因为花点钱买一支好用的刮胡刀，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他之前真的很常刮胡子，刮到流血。出来在用电脑的时候，然后血就这样啵啵啵的，就是。好，对，那推荐给大家。对，这个我目前的话，我先给他3好了，就看他那个刀座可以用多久。然后接下来是 IDMix Mr. Charger 双线多功能5合1行动电源，这个也没有收钱，它是自带线跟自带插座，那我觉得对我这种就很方便。但我拿拿看，看重不重？哎、欸，重量很还好哎、欸。对。这个重量是我完全可以接受的重量。稍微去做一下功课，就是说这个厂牌好像是跟苹果的合作厂商哦，所以就是相对来说你比较不用担心说爆炸啊什么之类的，危险性会比相对有保障啊。嗯，那他购买的金额是1610元台币。目前的话，我也是给这个东西，三张卫生纸。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如果看走中奖的时候会看到梓潼穿的这一件夹克、因为卡哈它基本上是美国一个非常经典的工装品牌，它最有名的其中一个产品就是这个底特律夹克。嗯，以它无坚不摧的帆布著称。嗯，然后不少人是这一件外套的爱用者，像是大家如果看过《星际效应》的话，马修麦康纳穿的就是这一件。嗯，然后 Austin Butler 他买这个都会包色。嗯，所以为了仿效他，所以我也买了一件。你在买的时候是109美金，然后就是台币大概是3500元。可是卡哈本牌在台湾是没有限的，所以你如果要买这件的话，你就要找代购。嗯，对啊，那是它的官方定价，所以你们拿到可能会是应该是再贵一点，差不多4000左右吧。嗯，但因为他就是非常坚持要穿这件上走中奖，所以你就会在走中奖上面看到他。啊，如果你觉得很帅的话，你就在下面打帅帅帅啊！这件外套没有要抽。好，最后嘞，你今天本集你花的钱大概多少�钱？不含赠送，我猜应该15000。哦，差不多。总计是14859元，超的很准欸，比上一集花的钱更多。但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很久以前买，比如说像桃园林奈 DVD 啦、山上勇的 DVD 啊，所以它比较不计入在这个月的花费里面。好，那我们本集也要来公布上一集的得奖名单。第一位是小老鼠医师，然后中间一条线 M2R， 然后第二个是小老鼠子平，然后再来是小老鼠 PET91056。他们三个好像都是只讲说他们要原味内裤，没有讲特别要谁的。对，所以我们就随机送，我们就随机送出去啦。请你就是看我们的置顶留言，然后寄信到我们的信箱，然后把你的收件资讯寄过来。对，就是你可以寄信啊，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在 IG 跟我们讲。对，然后以上呢就是本期的账户规定好吃惊，谢谢大家，我下个月会更节省，拜拜。